新加坡啊，我哇，那个阿俊啊，我咩读册喏？行咯行咯，哎呀，讲老实啦，囡仔未读册嗬，唔是囡仔嘅错咧，哦。行咯，啊，这个华语叫咩啊？啊，慈母多败儿嗬，行咯。哎呀，册也未读，物也未教，哎呀，还没神仙么救未掉诶啦吼！喊咯，你出来喊咯喊咯，你过讲咩啊？喊咯！Hello， 你迟到了喂。没关系啦，看一下你要喝什么。好。不如你给我点同样一杯啦。好，就点这个。OK， 那你去点啊。嗨，可以给我一杯这个卡布奇诺吗？可以，好，谢谢。俊，周豪俊，啊？怎么看到那么入神？你平常就看这些书？你有兴趣吗？我家里还有很多，可以借给你看。不用了，我都看过了，看完了。我还有一些事情，我要先走，拜拜。可是。妈，还没说。我要去新加坡。啊？我要去新加坡。你还去新加坡？好。我跟你讲个再见。好。人生充满各种意外。有的意外是会让你一辈子无法翻身，而我还以为自己就是这样过一辈子的了，但是有人在吗？有的意外是会超乎你所求所想的。老师，Mr. Hao Jun， 我们来上课了。Have you eaten？ 啊，拍谁？跳舞。I mean, eat, at, eaten. Have you eaten your breakfast? Breakfast? I want to eat my breakfast. No, I mean,
Boy, you eat already or not? Already. 拍摄。就这样，我竟然意外地学会了吃的三态变化。没关系，我相信你，只要你肯努力，一定可以成功。Life is beauty. Life is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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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jun? Life is boring. Wow, your English has improved a lot. 你的英文进步了很多，换你来教教我了。对我来说，更神奇的不是我的英文突飞猛进，而是每一晚老师都会刻意的带我进入一个奇幻的世界，一个打开我全新生命的世界。我每一次都很认真地跟老师探索那些我从来都没有深思过的生命命题。